接住落嚟系健康体魄齐来动。八段锦系我国古代嘅道隐术，其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嘅发展演变过程，是历代养生家及习练者的共同创造的传统养生功法，因其健身效果显著且易行而安全，故千余年在民间广为流行，是中华传统养生文化的瑰宝。八段锦共有动作八个，锦是华贵精美的丝织品，指功法如丝锦一样连绵不断，是一套完整的健身功法。八段锦以传统中医学脏腑经络学说作为理论基础，锻炼以脊椎为枢纽，通过脊椎活动来带动四肢动作上下左右平衡对称，要求重心上下左右不断转换，并力求身体平衡，动作连贯相随。练习过程中要求柔和缓慢，圆活连贯，让机体充分放松自然，能更好地发挥人体自身的调节功能，松紧结合，动静相兼，要求练功时松中有紧，松而不懈，紧而不僵，柔和拔伸，神与形合，气与其中。健身气功八段锦练习时，不同于一般的广播体操，而是要求注意呼吸意念，强调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，意念集中在动作部位，排除杂念，从而达到恬淡宁静、祥和愉悦的良好的情致。健身气功八段锦经过数以百万计群众实践，充分验证了该功法具有良好的健身效果，长期进行练习能够增强体质，强化脏腑功能，提升心理健康，有利防治慢性疾病，具有延缓衰老的功效。我诚意向你推荐健身气功八段锦。好，健身气功八段锦。左脚分开，松正站立，掌抱腹前，屈膝下樽，呼吸自然，二手丹田。两手托天你三招，上托，下落，托，落，托，落，左右开弓似射雕，搭碗，开弓，分手，并步，搭碗，开弓，分手，收脚，调理脾胃，虽单举，上举，下落，举，落，五劳七伤往后朝，起身，
后朝，转正，起身，后朝，转正，摇头摆尾去心火，上托，下案，起身，右倾，左旋，摇头摆尾，起身，左倾，右旋，摇头摆尾，两手攀足固神腰，侧举，下按，上举，下落，反穿，摸匀，攀足，举，落，穿，摸，攀，举，落，穿，摸，攀，举，赞拳老木增气力，开步，冲拳，爪握，回收，冲，爪，收，背后七癫百病消，提踵，癫足，提，癫，提，癫，两掌外开，合于腹前，手下落，练功结束。工联最新 YouTube 节目阿共 Channel 在 YouTube 等紧你啦！记得 CLSS 按个钟仔，留意我哋最新资讯。